妈妈，妈妈，嗯，哎呦我肚子，哎呦，哎呦，想要亲亲，哎呦，撒娇小鬼头。吃午餐。小友群的午餐是花椰菜、鸡腿、肉肉。嗯，有，你看婆婆汤匙上面，好，你要自己拿，你要自己吃肉肉。不会烫啊，不会烫，还有豆腐。嗯。豆腐。你饿饿了吼，你感觉肚子很饿。有豆腐啊，拿起来。对。饭饭，哦，吃饭饭。有，刚刚有洗手。豆腐。嗯。等一下，妈妈，再用一点肉肉。饭饭。嗯。菜菜也要吃啊，你的菜菜呢？嗯。等一下吃完饭要睡觉觉了，睡个午觉。小友群吃晚餐。好，你自己拿秋葵吃。哎，不要，你不要吃秋葵，你不要吃秋葵啊。饭饭，今天的晚餐看一下，豆腐，然后鱼肉菜秋葵，但是他好像不吃秋葵。没有，你要试试看啊，小永群，你试试看。哎，好了，算了。好，你先吃饭饭，等一下吃肉肉。你要不要吃肉肉？那个是秋葵啊。
好的，吃吃饭饭。你要自己拿了。你叫什么？你自己拿吗？你自己拿肉肉，那是肉肉，你要吃回。啊，你又不吃。北北也在睡觉啦。嗯。妈，阿妈也在睡觉啦。嗯。嗯嗯，也在睡觉啦。小勇群也要睡觉啦。好了，关灯了，你赶快上床。好，躺着，躺好，躺好。对，要关灯了，对，躺好。好了，有没有 good night？躺好。你要走去哪里？好，关灯是不是？你关得到吗？嗯，关不到。等你长大就关得到了。好，皮蛋哦。小勇群晚安。哇呀，这么多鱼呀、啊！让妈妈下一个，来，有比目鱼，有鲈鱼，有龙胆石斑，还有鲈鱼高汤。哦，冰冰的，哦，冰冰的，是不是？是金永明海产斗内的，是不是？斗内给小勇群的，有好料的啦！勇群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鲈鱼，好，今天吃鲈鱼。有没有下一个？看这边下一个，看妈妈下一个。